大家好，我是阿勇。今天的视频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庭主食炒饼。炒饼在古城西安的大街小巷以及夜市的餐馆是必备的一道美食。炒饼呢，看似非常的简单，其实窍门很多。今天我来给大家做一道炒饼，让你直流口水。现在朋友们看到是今天准备的饼丝，这个饼丝是我提前在市场上买的，它已经切好了。下面就开始准备做这个饼丝的干料。首先准备一节去皮的红萝卜，先切片，切后码整齐，然后改刀切丝。切后我们放一点备用。韭菜一小撮，改刀切断。不要小看这一小撮韭菜，其实韭菜是用来提香的，它会完全能刺激到你的味蕾。香葱两根，斜刀切成段。这个炒饼呢，少不了蒜，所以呢，我们多准备几个大蒜，把蒜片改刀切片。有的呢是把蒜一拍，这个都不可以。准备一个碗，碗里打入两个鸡蛋。加入两颗食盐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后，我们放进备用。制作视频不容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、转发、点赞都是阿勇前进的动力。阿勇在这里谢谢您。起锅放油，油温五成热，放入蒜片和葱段进行炝香。炝香后，倒入豆芽，先翻炒出香。然后再倒入红萝卜丝，红萝卜丝倒入后，我们用锅铲轻轻的拨开，把饼丝均匀的放在锅内。在这个烹炒这个饼丝的过程当中呢，所有的水分都来源于菜的原味，是不加任何水的。有的时候呢，有的人怕炒饼的时候怕太干，要加点水。这一步千万不要，因为当你加了水之后，你炒完它就成酱了，就会有大量的糊底，而且饼也特别的弱，吃的也没有嚼劲。这个炒饼实际上呢，一定是连炒带焖，这个焖的作用呢其实非常的重。然后我们盖上锅盖。很多人在家里炒的话呢，肯定是把几样食材放在一起炒，那样是不行的，因为没有加盖焖制的过程，它就会少了一些底味。稍微一焖，时间一到两分钟，让这个锅底下的豆芽的水汽往上挥发，挥发的时候呢，我们把饼丝就可以弄热了，这样饼丝就会变软，也会保持饼丝的这个韧性。现在呢，我们揭开盖子，开始加入调料。饼先不要动，先加入10克的生抽、5克的老抽、食盐3克、鸡精2克、13香2克。下面开始进行翻炒。一直翻炒入味，时间在15秒左右，然后再放入韭菜，在大火翻炒上6、7、8、9下，韭菜稍微一预热就熟了，下面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再次起锅放油，油热后倒入鸡蛋。一面煎好后，再煎另外一面，煎上5秒左右就可以出锅，把鸡蛋盖到炒饼上了。不用往里面加糖，有人在做这个饼丝时候往里面加糖，为什么不加糖呢？因为原味的菜和胡萝卜的本味本身就是甜的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往里加糖。现在这样一道炒饼就好了，保准你吃一盘响两盘，那绝对香喷喷。是不是很简单呀？你学会了吗？更多家常菜请订阅点赞阿勇每日小厨，阿勇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。